安迪临时到来，女儿躲房间哭。感觉足奇怪的啊！你讲吞袂落，嗯，那个吐袂出来呢，嗯，你怎么掉呢？艺人安迪罹患食道癌三期，他28岁的女儿林盈蔚一日晚在脸书写下陪父亲抗癌的心情，内容中提到，每次看到父亲化疗很难受，却又故作坚强，整个人越来越瘦，真的很舍不得，希望做父亲抗癌后盾，陪他度过难关。我们家两个小孩也是，好几天都哭了，好几天都没有睡觉。林盈蔚本来没跟父母同住，刚好安迪希望他今年搬回家，他现在花更多时间陪伴爸爸，看到安迪被病痛折磨，只能躲在房间哭。娱乐动新闻，安迪大哥加油，报道。